be water, my friend. 功夫巨星李小龙生前名言成了香港反送中运动示威者间的默契，而香港示威者在多次示威运动中展现的无领袖、无领导组织特色，只靠着网络平台进行号召，也让美国《时代》杂志将香港示威者选为全球25位最具影响力网络人物之一。文章指出，示威者善用网络讨论区连登和加密通讯软体 Telegram 发起包围警总、沙田大游行等行动。等一下， Telegram 有听过网络讨论区连登是啥鬼？连登就像是台湾的 PTT 啦，香港人说的连登仔就类似台湾的 PTT 乡民啦。懂了，全都懂了。香港示威者表示，这是一种直接民主，透过相信群众力量，发挥集体智慧，必定能够比某一群学生或领袖做出更好的决定。Be water, my friend. 国际东新综合外电报道。